今天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参加了一个写生的活动。因为这个写生活动是免费的，所以进来也就是免费的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，一个纪念碑哦。这个地方好漂亮。然后那边有个大池塘哦。哇塞，这是我第一次来，很好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什么地方哦。原来就是泸州里仔，旁边还种了一棵，应该是松树吧。哎呦，我们时间现在还没到，我们是2点才开始，所以呢，先来报道，提前半小时来报道，来个古迹半日游，还有种柳树哦。非常的漂亮哦，我就继续往前咯。它是台湾古迹，市定古迹哦。哇塞，里仔这么大，三落四合院，里面会介绍一些它的架构，它的由来。好，再看看，哇，这边还有一片大草皮哦，然后那边有个大池塘。这个里仔好漂亮哦！我最喜欢看古迹了，待会再来进去看看哦。哇，我们今天对对对，因为今天我们的活动是申请是在户外。如果说是我们活动结束，其实他们也是5点，他们也下班了，都差不多，因为原来它是个莲花池。哦，看一下哦，你可以坐在这边。那如果说你要靠近那个水池，那个是我们老师李真老师，因为会比较有比较安全，但是在这个短期的活动都可以，但是就希望在，因为好像无法进去看，可以进去看吗？好不好？就是在这个哦，进来的这个泸州里仔镇，刚好有人在抓周。我还没有替我的小孩抓过周哎。下一张，好，要戴帽子哦，维持不动哦。有没有办法开网？帮忙那边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旁边的环境，哇，种了一些花花草草哦，好漂亮。进来看一下哦。对啊，可是你应该连我的不是吗？漂亮。真的是古迹耶！进来看一下啊！哇，好棒！第一次进来这个泸州里仔，好让我惊艳哦。还摆了一些那个很复古的碗盘，还有陶罐、瓮跟壶。哇，这个很古老的这个架子，木架。这样子感觉我好想生活在古代，这是我喜欢的。还有蒸笼，哇，洗澡桶，这个是给 baby 洗的吗？还是给大人洗的？我们大人真的可以塞得下去吗？我们上，可能水都满出来了吧？不要，真的好古老的灶咖哦。哎，我阿嬷乡下就这种的，就这种的、啊，而且有那个啊，也有那个、啊，现在都 lucky 啊。好像有留下嘞，我们还有那叫什么缝纫机，古老的缝纫机，古老的碗盘，总是会画虾子，你看，超赞的。乐北馆还是月北馆，泸州国姓交，继续往前哦。你正在这边抓周了是不是？哦，好可爱哦，虎爷。再看一下哦，这个灯饰也摆饰也是漂亮。我们来看一下国定古迹泸州里仔的模型。没想到这个泸州里仔这么大，哇，好壮观哦！连模型也做得这么漂亮。
可以摸吗？实在是太棒了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你走出去的视野。再往回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一些盖章处，然后一些他们什么抓周要用的东西哦。这个里面干嘛？开比里，还有智慧螺，可以敲这个。哇！开智慧哦，然后抓周图，它这边有一个教你怎么抓周的哦，智慧，我出去喽，很棒哦。破狼蛋，美沙毁，就是卖什么啊？以前在卖什么东西的时候是放这样子。卖啥戏蛋子？什么传统婚礼哦？纳珍请旗，亲迎，哇！还有喜饼、鸡笼，真是特别。纳吉、问名、纳财、猪羊祭祀座，就需要钱，很特别，需要钱，外面，哎。没想到转过来还有个育婴室。哦，啊这边走过去，哦就是刚那边出来，然后这边有个庭院，就可以坐在那边休息。你看它里面有什么？这什么地方啊？会议室。啊，这去哪里？过去看一下，好大哦，感觉有点像来到金门的感觉。金门就是很多种古迹，先往前看一下好了。还有那个磨米的，真的都是很古老，石磨。再往后面出去就已经是李宰的后院了。哇，古老的床哎，超赞的！这些现在都，这都是生真的那个实木哦，这木头都是很好的哦。红棉床，到对面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哦。那我现在要赶快去活动那边了。这个红棉床实在太赞了，这个床一定不便宜，可能也是非卖品吧。以前的电话，还有那个熨斗，电器用品，哇，这是我那个以前那个年代打字机耶，我以前也有一台梳妆台，超赞的。走出来，它的庭院再走过来，这边也有一个中庭，刚有在这边抓周哈，稍微看一下哈。继续往前，哇，好大，也够不完，超特别，什么都有。继续往前，还有干妈点，希望它比较实用。干妈点，如何干妈点？
好吧，今天就逛到这边为止吧。快回去喽，来画画喽。今天的泸州里仔就到这边为结束喽，拜拜。